你们带给了我太多太多的感动，我们也一起创造了数不尽的美好回忆。在今天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天里，我只想告诉大家，感谢你们的陪伴，我对未来充满期待。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在里面看到的。好了，刚刚呢，我觉得这个花絮应该是第一次看到，对不对？整支 MV 都看过了吧？里面有很多很夏天的造型，然后在沙滩上漫步行走，然后呢，戏水，你们都幻想你们是那匹马，是不是？没有啊，你们都不幻想自己，那你们都幻想自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咸鱼！什么？咸鱼！你们幻想自己是咸鱼？撒一把狗粮给你们！好了，OK。我觉得其实拍这支 MV 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因为去到了泰国去取景。对。而且呢，其实你看到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造型，然后还有在海边去一遍一遍的拍。现在在看这一个花絮，会不会有很多觉得说很值得或者一些辛苦的一些想法？对，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很值得，很值得。不能说辛苦，因为我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但真的是很值得。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怎么说，我特别爱睡懒觉的一个人，就我不愿意早起，但是为了这个 MV 早上4点起来，我就去找那个日出嘛，然后就想拍出来最泰国的那个日出那个感觉。所以对我来讲，这些都是比较难忘也比较美好的经历和回忆，也是我为大家我觉得我能做的。 OK，只要是为他们做的事情，再苦再累都其实不累的这种，但是我心里就有点想，哎，他们要看到我这种，我会很开心的，你会很开心。对，好，他们也会很开心。这样好了，我们在感谢粉丝之前，我们先看看在线上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眼光 APP 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又有什么样的话想对你说？我们一定要照顾到他们，因为很多人都在线上收看。好的，我们来看看吧，加看看弹幕，都瘦了好多。我们对你们的未来也充满了希望，然后我们也很开心，辛苦了，不要太累，我们10年还是会陪着你，我们懂你。我要哭了，说你瘦了好心疼。爸爸还上来吗？怎么话锋一转转了？然后还有照顾好自己，还有表白眼光呢。对，然后雨雨辛苦了，生日快乐，一生平安，你开心就好，我们共同期待，希望你每天开心，心疼。这是一直陪着你。这是安子是什么意思？这是名字。那什么，我在公交车上哭死了。哎呦，这几点还坐公交？爸爸还不回家？大雨啊，全是腿。长，全程似锦，生日快乐。好，我们再多看几条，因为很多人在看。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大家弹幕嘛，在家哭成狗，逛逛逛。好。
号是期待，哎呀，我叠在一起了，开心最重要。哎呦，舅舅，你翻我牌，我好开心。好，翻你牌，来翻，翻来覆去，嗯，好。好，不要太瘦了。爱你生日快乐，合唱。鱼爱舅舅，我要亲自看一看。马哥知道吗？请把你的署名、联系方式告诉我，我亲自送过上。保护好自己。好了，生日快乐！你们怎么了？流量党。冯美丽生日快乐！吃了一杯狗粮，冯美丽。我是王大头。大家都要好好的，平安喜乐。舅舅您好。啊，有日本的朋友哎，哦，日本的。啊，汪汪汪，宇哥。希望你们不汪汪汪。风华绝代，人家刚刚在舞台上说要生二胎。啊，广州的朋友，啊，一生平安。什么摄影师给了我一个臀部的特写？哦，西班牙的留守儿童。好，西班牙的朋友。然后，法国的，哇，陕西的，舅舅今天挖了一地的坑啊。但他们都已经被埋上了。嗯，好 ，OK， You are my sunshine。好了，我觉得其实呢，大家都说了很多祝福，也要谢谢在我们的眼光 APP 直播上收看直播的每一位没有办法来到现场送祝福的留守儿童们。也希望你们可以通过我们今天大宇的生日的一个 party， 让你感受到其实离你很近，而且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跟你们互动。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没有来现场的朋友们，好不好？他们也一样爱着大宇。谢谢你们。好了，你看，不管是来到现场的朋友也好，还是在我们线上的朋友也好，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贴心。对，每一次出现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阻碍，他们总会用他们的方式告诉你他们在，而且永远不会离开，对不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看到你们这一群孩子，我觉得有时候挺辛苦的，每天你看扛着大炮跑来跑去的去拍照，然后希望给你拍出最好看的照片，然后呢，我们在后台也收到你们的礼物，收到你们的吃的，好多女孩子扛着大箱子说你们一定要吃好啊，这个没关系，我说你们也吃，没吃不行，没吃不用，你们吃好就好了。我觉得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代表着对你们的祝福，也代表着对冯建宇、对王青、对所有你们的作品的肯定。是的，对不对？今天是生日，我相信也是跟他们的一个约定嘛。有什么特别的愿望？哎，我特别想问问你，刚才跟他们许了什么愿？能讲吗？不能说啊。说出来可能就不能。那就藏在心底好不好？那就说一些跟他们的故事好了。可以啊，其实我这是我出道以来可以说是第二个生日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陪我过过第一个生日，这么多都在。但是我希望你们能陪我过每一个生日。其实这次真的是知道你说要做生日会，要跟大家一起过这个生日的话，我也是准备了很久，因为就是想让他们看到一个最好状态的我，把我的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但是就是特别不好的，就是我在马上要开生日会的前几天感冒了，就现在可能还有一点点，但是还好，因为我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如果感冒的话，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我歌什么的也会唱不好的，那我不甘心这么长时间。所以我当时在来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去打了吊瓶，然后打到了2点多回了家，然后第二天感觉状态好多了。但是就我就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因为大家我都知道，可以说是漂洋过海来看我了。嗯，不哭，今天不哭。我希望喜欢我的人和爱我的人都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然后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自己的梦想要去争取，要去努力，然后就什么时候都不晚。我也希望
你们喜欢上我，我一直在说是一个很正能量很开心的事情，我希望我带给你们的永远都是开心，都是正能量，就是大家一看到冯建宇啊，这个活力的小伙子，我看到他我真的很开心，我希望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宇来说，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男生。私底下跟大宇，还有跟大宇身边的工作人员聊天，我就说，其实大宇不是一个特别会去把自己掏出来给所有人看，我是这个样子的，我想告诉你们怎么样。今天下午上午来到场地的时候，我跟大宇的经纪人在聊天，我说大宇怎么看起来有点憔悴啊，有点累，他说昨天晚上几乎熬夜到了好久好晚好晚，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就一直在彩排，不停的一遍一遍的练习。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应该的，因为我要对得起这么多喜欢我和支持我的人，确实是。但是我得承认，他们喜欢我，我也爱他们，他们也确实给了我足够的动力，因为我每天要排舞，要怎么样的话要三个小时，说实话我没有那么强的训练量，以前也没有过，我可以说承认我的起点没有别人那么高，真的啊，因为我如果要做一个好演员，或者甚至做一个好歌手，或者说会跳舞的歌手，我要做的东西就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一点。但是每次累到不行的时候，会想想那么多人会喜欢我，那么多人会说啊，我喜欢冯建宇是一件很正能量的事情，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充满了。我觉得大宇在用行动证明一件事情，你们的爱是对的。OK， 我觉得今天要感谢很多人，不光是要感谢每一位来到现场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APP 在收看直播的每一位粉丝朋友，还要感谢很多在幕后英雄，比如说我们大宇的经纪团队，还有我们现场每一位为了这一次生日会跟大家分享到这么漂亮的舞台，这么专业的音箱，这么棒的灯光，还有这么好玩的内容，当然还有这么专业的主持人。OK， 我觉得这些付出都是为了对这个努力证明自己男孩，然后让他知道这个舞台是为你们而来的。再次把掌声送给冯建宇以及每一位付出的幕后英雄。谢谢，感谢。每一位喜欢我的支持我的人，然后要感谢我的团队，感谢涛哥，感谢眼光，感谢所有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陪我过了一个特别圆满的生日，还有二楼的，谢谢。来吧，让我们再一次对你们喜欢的、你们会一直跟随的冯建宇说一声24岁生日。希望各位可以通过今天作为一个起点，看一看大宇接下来在新的一年当中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成绩。我们继续约定，祝你生日快乐，祝你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生日快乐，祝你生日。你们还在吗？在。都没走吗？没有。为什么？啊！为谁？冯建宇。为谁？冯建宇。为谁？冯建宇。是为他吗？是。OK。所以还要继续吗？他会不会来呢？让我们再来一次，为谁来？冯建宇。
为谁来？王天林，王天林，再大点声！王天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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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林。温暖的季节有你，就算是不常联络，心中有你有我，相互拥有。就算有时候闹别扭，我有话不说，没关系，你不懂，一点也不啰嗦。
手燃起火焰，光芒最耀眼，冲动的边缘色彩最鲜艳，层层燃烧了时间，于是睁开眼，我的每一天都是全新一天。给我一次轰乱全世界，不想走，真的，我就想就留在这一次，特别开心。我很享受这个舞台，我也很愿意看到你。再让我看一次你的双手，可以吗？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特别开心，这是我24岁以来最开心的一个生日。我记得我23岁的生日好像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对我来讲真的很开心，我爱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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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一次的谢谢今天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我们认真的 dancer 老师，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我们的所有舞蹈老师，是的，谢谢。我们也要回头谢谢在我们舞台2层的每一位我们的导演，还有我们的音控灯光老师，谢谢你们，他们都是很专业的，真的。最重要的是谢谢今天在舞台上为大家带来完美演出的冯倩宇，谢谢谢谢，明天见，拜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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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